因为这个是演艺工作嘛，我们是作为通告咖，就是每一样都要会一点，所以今天不用我最强项来对他，我要用那个武术来这个做武术，所以你要跳舞，怎么会？哎呦，这个就厉害了！你今天要来表演的是。我要让柯凡知道一下，他能够当歌手是因为我留一口饭给他吃。哦，唱的这么大声，要不你要唱歌？大家看到唱歌对我来讲，一个月100个通告，他这100个我没有时间了，代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这一生当中有没有拒绝上过的通告？有，太多了，不可能。有什么？你讲一个。嘴巴有口臭的主持人。含沙射影啊！拍谁？有口臭的是，那他口臭。是的，所以你因此不上了。不是不是，你是要跟他接？不但只有这样而已，是因为呢，他主持的不好，像宪哥这样子。哎呦，真的吗？哎，其实演艺圈除了宪哥之外，因为他都主持的不好啊。对，有有，哎呦，又要走了。好，你很敢讲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个就叫大义灭亲。真的，他刚讲这句话是连瓜哥也包含在内。还有，我要跟你讲，师傅。所以你今天到底是有什么才华呢？对啊。我让柯凡知道一下，勾虾哪一样要怎么唱？所以你今天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唱歌。是。大家拭目以待。所以柯凡他应该会很感谢我。这口饭你也吃很久了他怎么可以有哪来的自信啊？哪里来的创意？他以为我是马国贤啊，神玉林先生，他以为你是马国斌。你今天看到这一位俊耀兄，是他竟然用歌唱来挑战张克凡，对，你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麦克面前耍嘿嘿，包公面前晒太阳，宪哥面前卖 LED。第二组花衬衫大哥的对决，就先由俊耀兄来献上一曲喽。哎呀 ，Last Man 喽，恰恰。你老妈是没老爸，他妈那是哪来牛酒？你放你们那身边人都老酒。是风太甜，阮是走江湖的艺人。老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就快活。摇动我将阮的脚掌皮，全归你风流的人客呀。我声正迷人，阮的心情是暗淡。真的是太棒了，老师留步，老师真的，老师请留步，主角在这边，表演运球表演啊，大家都模糊焦点的，宪哥，我只能说这一段舞蹈表演是我看过最精彩的一段，是唱歌，还有。对呀，俊耀哥在唱歌。刚人家在表演，你在哪里啊？我是他们的钢管。在中间钢管，你知道吗？背景音乐要不要唱？人家这个很认真的去唱这个。宪哥，我觉得这样很危险。但是我是个人是觉得，基本上在我心里面有80分以上，因为他自娱自乐，他可以把别人的感受放之于一边。宪哥，你这样讲不对，我觉得有100分。有怎么说？其中有90分是那位女生的。那这样子超过100分了，超过100分了。那两位女生已经练很久了，真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很好看呢，不错不错。所以你平常也是 KTV
喜欢这样唱一下、啊。跟他们认识很久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酒店王子不是干假的？哦，现在在聊这个是不是，他们这个有时候社会新闻呐、啊，它是从酒店文化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的讯息。因为我们今天这一段的表演，你个人是满意的？不太满意，我满意，因为前面表演太久了，等太久了，太久了，对，我都想转台。手指运动搞那么久，教授来教我们大家偷钱，那怎么非法性运动？所以我是看不下去，所以感觉到有点哽咽，你们觉得？是是是，我的声音实在是有一点。但是你那个长音有一点问题。邓来踢，你要呼吸。我跟你拼，来，我要学时间。邓来踢，来你先好了，邓来踢，你拉一个长音，我们来计时啊，一百，我跟你比，赢我的话。来，十万块奖金！哎呦，计时一下，宪哥，宪哥，等等 ，Nike， 一遍，宪哥，你这个月花很多钱。OK 了，没关系了，打官司好吧？七，等等 ，Nike， 我。好账好，哎，超过了啦，超过了，够了，表坏掉了，你表在哪边？表在我心里，好吧，心里的表，好表啊，能来去，能来去，我，你没有用这种的，宪哥，宪哥，你这样子会有三十秒以上哎，宪哥现在表演的是疝气啊。先走好，一分四十八秒。心里的表，这是心表，算啊！从你刚刚的表现，你算是你们综艺圈的天王，对不对？天王都这么堕落，综艺圈怎么会好呢？讲话了，拜拜！你这句话我不同意，不同意吗？我现在就立刻完真的证实，还有比我更堕落。来，客房来，大家特别注意，好不好？艺人当中，人家家里出那么大事情，还来上节目，谁啊？这是要感动的。什么了？没有，家里没出这么大事情，全身穿黑的吗？不可能嘛！真的是，他要表演，他来表演，很敬业了。我想应该回避一下。没有啦，不是的，来客房，他是来寻仇的。哎呀，专业术武术表演要穿那个，你要就古装。不是啊，这个不是那个童男童女。我想说穿黑色看起来瘦一点啊。哎，阿涛哥，几点在停休啊？喂，是啦，是杀人哦。休他回了。是啦。今天是超家伙的，有没有？超家伙的。这个兵器，哇塞，这是硬的吗？哇，有声音哎。哦，这声音，响刀吹牛，飘飘声响。对对，这个有没有看到？不是什么有功力的人是没有发出声音。不，客盘，我跟你讲啊，今天这个通告是这样，我们来观众朋友眼睛雪亮的在看，不行的不要硬操刀，好吧？对，搞了一个表演，然后观众朋友看得痛苦，那不行。这个为了这个表演，我还特地这个瘦身十公斤，真的吗？因为没有一定的体重的这个。太重表演不出来，客凡，上个礼拜跟你约打球，你没有出现，早就知道你是因为落赛，肠胃炎，肠胃炎瘦，肠胃炎变瘦，他落赛落了十公斤呢，哇，这么夸张啊，太可怕，直肠都拉掉，数遍就八公斤，所以客凡哥你要表演的是哪一套功夫？武术的响刀啦，响刀，响刀啦，响刀，各位直接来欣赏他精彩的表演。真心话讲是还算不差，很厉害。OK， 但是当中啊，你遇到突锤状态啊，这个时候是严肃的表演，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哎，你这边练多久？这个练了在二十年左右。哦，从以前二十年练成这样。对啊，宪哥他刚刚在飞的时候，气囊都跑出来了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觉得他刚看他这个打的时候，我很感动，我觉得很像一个人。
侯冠群啊，侯冠群，侯冠群是从哪一个角度像？是啊，好像侯冠群哦，有一点像，有一点。所以其实他这是以前就练过的，以前就练过，但是今天呢遇到的状况就拿出来，书到用时他是方恨少，哎呀，是吧？击鼓是为了要防击，秋天的时候你不努力秋收，到了冬天一到，仓库里面啥都没有，异能剑你就会待不久。刚刚这段，刚这段，我们自己秘密。开一个会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是刘俊耀好的就比一，好 ，OK。张克凡好的就比二，好，好吧。宪哥，一有加 dancer 吗 ？dancer 是几号？涵盖在内，涵盖哦，好，不要让当事人看到，是一个伤害。好好好，一二三。喂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大家心里有数就好。OK。啊，俗语说得非常好，两害也要取其轻。不好使，不好说。放在大家心里面，听当事人说一下。俊耀兄，二十年能练成这样子，真的不简单哦。但是可能要再练二十年。哦，你该不会有练过这个吧？刚刚不但飞那个气囊都。飞出来了，跌倒的时候气囊也没有爆开来，是起身就你刚看你的观感，就很感动啊，感动，因为从来没有看过生命的美。柯凡兄在节目里头，你感动是因为说啊，家里出这么大事情，没事啊，没有出事啊，是啊，气到沙里啊，平兄，你一直误会人家，误会了，误会，是的，西平兄，哎，我觉得了不起啊，以他的这个年龄，没有，我们现在是说你会不会觉得刚刚那个魔手有点难受？不，我讲真的，他以他这个年龄，以柯凡兄这个年龄哦，做出刚刚那个动作，真是非常不简单。旋子都来了，哇！刚才那个旋子做得很漂亮哎，对对，就是那个那边飞出来的吧？那个是俗称的尾鱼旋，有这种俗称，有尾鱼旋，江湖当中还有尾鱼旋，太比赛太好看。